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嘉国地产 Cafe Lee，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介绍的屋苑是在联和区的，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。屋苑的楼下已经是 van 仔总站，后面就是市政大楼，里面有食肆、图书馆、运动馆，还有巴士总站，你看看，四通八达。今天同大家介紹的單位是一個兩房單位，日字廳。入到單位裏面咧，景觀非常開揚，陽光充足。由呢個廳望出去是西南向，幾開揚。業主喺呢間房做咗一個兒童房，上下隔牀。因為呢度樓底特高，所以一啲壓迫感都冇。而呢一間做咗一個主人房啦，窗外邊咧個景觀可以望到內地，而且呢度樓底特高啦，而業主做了一個到頂嘅衣櫃，收納空間增多咗。洗手間係明次嘅設計。而業主都保留了用浴缸，而廚房呢空間感都大嘅，可以擺到雪櫃啊、焗爐啊、洗衣機咁樣。呢度嘅會所一啲都唔細噶，平台空間好大，又有兒童遊樂場啦。呢一邊咧就是一個有50米嘅泳池。有50米的户外泳池，如果大家对今天的单位有兴趣，可以联络我的，我是 Cafe Lee， 电话是6082-6488，拜拜。